我妈她一直问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要交女朋友？我妈会一直问，还有我妈她平常常会限制交友。这个我们很知道。管东管西了，妈妈也是控制狂啊。对，那就是假如说我今天我朋友来我们家，她一切都是发自于爱嘛。走了之后，就一群朋友走了之后，她就说。这个朋友蛮有礼貌的，还不错。这个可以。另一个又怎样？不行。这个比较少接近。就后面在后面那品头论足了。你让他自己判断吧。没有，因为他现在是高中。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交到好的朋友，他可能就是走正途。那我都是大门都是开开，同学来家里通通 OK。可是就是会观察，比方阿姨好，然后拖鞋会收，谢谢阿姨，今天好，然后洗碗啊，收桌子，然后把那个杯子会收到厨房，谢谢阿姨。我就会觉得哇，还要去洗碗哦，没有，他们同学每一个都没有，我没叫他们洗，就他们自己有去做，我就会觉得哎，这些同学好棒，我就跟他讲说你要跟有礼貌。他以前国中教的一些同学哈，看到人是不会跟我们打招呼，送他们去餐厅或看电影，从来不会说谢谢阿姨，真的不会，真的就没有。可能他也怕生害羞。可是几次看到你是大明星，然后他會哇，那个贝克宇的妈妈长那么漂亮，然后他开不了口，然后你有这种女神，你在心目中他差一点跪拜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嘛！我只是不是嫌那些同学不好，就是他们走了以后说贝克宇，你以后到别人家，人家的父母开门一定要就不要像这个同学，我可能会讲诸如此类的话。你妈就喜欢听好听话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复仇者联盟。说那个，他叫我交个女朋友吗？对啊，这一辈子要交一个女朋友。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这一次。女朋友？他功课怎么样？是他功课很好，学校第三名。哇，那不错啊。他妈妈是那个化学老师啊，哎，不错啊，那你化学不好，刚好可以，可能他化学方面很好啊。对，他等下要来。还可
而已啦，还有用吗？只有啦，谢谢。你不用担心啦。OK， 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好，那我就免费来当家教就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次晚了哈，我们要回家了。那你不是要去西门町唱歌吗？对对对。可以，你跟我一起去啊。哦，不用，他待会有数学家教，我们有家教，对对对。哦，那就改天好了。嗯，好好。拍个照好不好？好好。看看佩仪姐僵硬的嘴角，她好烦哦。你觉得那女的怎么样？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不错啊。你觉得她穿这样网袜短裤，然后化大浓妆？现在大家都流行那样啦。你的品味那么差，大家都很流行哦。不是，大家都很流行，为什么不行？不是，你可以找到穿的圆裙、长裙、规矩，还把它搭带来哎，压力很大呢。你现在最重要是好好读书啊。好，我好好读书。要不要我跟爸爸讲？我刚跟爸爸讲一下，说你带这样的女孩子回来啊，这样头发还这样要这样甩、这样甩的。那个画面很正常。就我这样纯纯的谈恋爱，很单纯的。我懒得跟你讲。我才懒得跟你讲这亲情啊，不准给我东东都配过。我最后只看成绩单，后面我跟你说了。哇！哎，暴怒！啊！哇塞！哎，最后落那一句话我不能接受，我最后只看成绩单。妈妈，成绩单那么重要吗？成绩不是全部，成绩单那么重要。不是，真的不是全部。他爸爸一直如果回来，有时候会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教的？我这么辛苦在外面。”成绩单你自己改一张给他，自己输出啊？这样叫欺骗不可以？那什么叫欺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又那么在乎成绩单？谈恋爱可以，但是不是他现在高中的时间？他大学要怎么谈都 OK。他现在还是应该，你不是你要问他交女朋友了没？交朋友，你的朋友没啦？钟宪，我问你，如果说你见你的儿子，你在家突然带一个穿这么短的网袜，那个大浓妆，宪哥最开心，对，眼睛舒服啊。你会怎样？说要订婚，我会怎样？他不要，我们不要用假设性的问题。他现在已经是这样，期待了，很好，期待。呀，我们家的舞台，还吹唢呐，对呀，他还是第一唢呐高手，首席耶！我跟你讲哈，我这一生当中什么都看过，就没看过成绩单。真的假的啦？有什么孩子的成绩单能代表他的未来一生吗？不是，他最起码考到一个还不错的大学的话，他要怎么玩？最重要的大学就是社会大学，漂亮。可是现在还是看着，可是还是到最后你出来找工作，还是要看成绩啊。沙基努那个成绩烂到狗不肯，真的，狗都会剥掉。这是人在考的吗？是吗？是撒鬼，不要通通在乎那个嘛。我们学习什么？学习态度比较重要。在乎什么？在比如说，哎，他学。学习他做一些什么，他人生态度对不对？我喜不喜欢这个东西？对这个东西，这个我承认，这个我对呀。然后他也认为，就说哎，我还那么年轻，我不可能跟人家结婚或干嘛。那个妈妈是神经病，说来说先提一个亲，对，哎，那个比较小，不可能嘛，除非你已经把人家搞大。对呀，哎，你刚说到底有没有啦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哎，讲到搞大了，他去翘板球的。小心啊，贝克鱼！快注意，快注意！不会啦，这时代已经老早就不一样了，你不用担心这个，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你反而给孩子快乐，给他一个天堂，这是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妈妈会学习，不要压力那么大嘛。你以前那么胖，然后给我们压力。喂，不要这样讲话，不可以，不要这样讲话，没有礼貌。他已经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拿一点那个，回来了。拿一点你代言的来，现在是女神，漂亮。没有，她不瘦下来，我们敢讲这个话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再配合运动各方面，女神又回来了，女神，好，成功，来来来来，谢谢。还有人吗？没了。